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我真正唔敢一个人伫遮啦，留下来陪我啦。妈，阮警方即几工啊，拢会伫这栋大楼附近加强巡逻，你免惊啦。小东，你唔知影因有偌厉害，因知我住伫遮，伊一定会帮我刷的。妈，你是不是知影是谁害死地球的啊？我第一天甲你讲，我唔知影，你是完全不爱相信我。啊，不过你头拄安尼讲，敢那参详你知影对方是谁呢？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阮骂我？啊，对啦，妈，啊，你奈个钱安尼乌白赚啊？啥物事？啊，就桌顶这几千块啊，我头拄仔伫咧你椅仔脚找着的，你甲收好啦。想袂到地球为着这个钱，一条命都无去啊！地球的死甲这几千块啊有啥物关系啊？我拄只行路行啊，脚就酸嘞，也袂起来。那无你睏较低好无？那是你伫只跪啊！其实无需要安尼啦，这无你的代志。阮某常常跪替阮囝穿鞋啊，伊即马服务我这个红仔，应该袂感觉受过委屈啦。你做你去忙。小龙，我来替你烫鞋啊。把个查甫人看到应该真幸福啊！切，又过来啊！因两个人搁伫我面头前偷来暗去。这双鞋也受寒，外脚就疼。你安尼敢会想要去上班？啊？我无代志啊。这是八十三，奈过袂去。阿门口？你是咧讲啥？无啦。我替伊穿鞋啊。